接下来这一项当中，陌生的人可以指定任意一位成员直接查看他的一个事迹屏里的内容。可以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斗智斗勇，挑战者围在擂台上，按照次序进行问答。当铃声响起，即刻开始撕名牌。喂，当铃声再次响起时，回到位置，继续进行问答。过程中，答题失败和被撕掉名牌都视为淘汰。留到最后的成员胜出。是明白了，硬撕铃声就是答题和撕名牌的切换标志。九人会分成四人组和五人组进行挑战，每一组都会进行两轮，然后算大家的积分。就最高的那个人是吧？好，今天这些夜行者们，你们等着吧。这个游戏玩的就是谁出手谁就有嫌疑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坏人有明确的目标。坏人只要盯着我们四个人当中撕，就肯定没错。我感觉坏人不会这么明显。斗智斗勇的第一局挑战，请准备，任意说出省会的名字。省会的名字。成都。北京算吗？直辖市不算吧？是算吧，算吧。北京，北京。合肥。上海。贵阳。济南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哇哇哇！哎呦！哇哇哇！哎呦！撕撕！陈志远，快死！陈志远，快死！哎！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好朋友，撕衣服，我要撕衣服了。陈志远，陈志远，快死！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哥，小哥。你干嘛？你先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要扶不？要扶不？没事。哎，你名牌都被这这手指头，这两个坏人太激进了。请听题，请说出 A B A B 句式的词语。A 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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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舒服舒服。哦，可以。彼此彼此。休息休息。哎呦。乐呵乐呵，歇会儿歇会儿，歇会儿歇会儿。你那是六个字，六个字，六个字。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正确，这也算。帮他，张震岳当配角呀！哇，这两个人开始带风向，绝对有问题。消停，消停。那我走吧走吧也可以吧？可以啊，高兴高兴，说了吗？没说吧？三二一，陈哲远二，仪表中心，你们三撕名牌，开始了，起来，哎呀，白鹿快点，沙溢啊，不公平啊，不公平，沙哥绝对大坏蛋。两位的题目是逛三元啊，动物园里有什么？猴子、大象、河马、犀牛、羊、山羊、长颈鹿、老虎、大黑牛、狮子、熊猫、蛇、蚂蚁、蚂蚁、熊、浣熊，那个很多孔雀。错了，错了，节奏错了。李晨 out。哇！噜噜，你俩谁赢都可以，好人嘛。接下来我们进行四人组的第二局，
请用以下的词组成句子。我们的题面是安慕希、我和十八岁。安慕希代表着今年新推出的安慕希益生菌酸奶，我代表是它里面添加了十亿超活 LGG 益生菌，十八岁代表着我们节目和安慕希一样永远年轻。所以等一下大家就是要用这三个词来造句，但是表达的意思要不一样。这一趴白鹿必须赢，这个只能往好了说啊，说不好你们这一期的节目都给你剪了。我喝完安慕希不仅充满活力，仿佛回到了十八岁。十八岁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龄，一定要喝安慕希。哦，活着就要每天喝一瓶安慕希，每天都上十八岁。感谢安慕希，让我活到了十八岁。都十八了，再不喝安慕希就未必能活了。以上仅为节目效果，请电视机前观众谨慎判断。正确。接下来，陈哥。喝着最有活力的安慕希，畅想在十八岁。不管你有没有满十八岁，都要每天喝一瓶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。十八岁的时候，我想着活一天是一天。安慕希，喝一瓶是一瓶。我来，开撕开撕。我哎呀哎呀，不用，快快请救援，快快请救援。啊哈哈，干什么？陈哲远说从来没有撕过名牌。陈哲远 out。 请说出陈哲远的优点。那很难呢。帅哥，年轻，高大，威猛。我输了，值了。身体好，善良，长得白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差不多就行了啊。导演喜欢，家教好，睫毛长，会演戏，苗条，脚不臭。你咋知道？你怎么知道他脚不臭？那穿鞋没闻出来。头发多。你自己撕吧。苍天哪！苍天哪！这怎么感觉好像是跟上一轮一样啊？咱俩还得答题。答题呗，我输就完了嘛。啊，好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请问调料有什么？调料，哎呀，调料有。调料有什么来着？调料，盐的醋啊。还故意输的，陈哥。调料。李晨 out。演的太假了，陈哥。哦，有辣椒。什么呀？调料有大水牛。划水。好人们，努力呀、啊！他现在最高分才八分，然后呢？他可以验人啊。他已经是最高分了。不可能比他高了吧？接下来是我们五人组第一轮，请听题。
接下来是我们五人组第一轮，请听题，请说出对节目组吐槽的意见。他赢，他赢，他赢，他赢。我们先从张若楠开始。这怎么说呢？大热天的在这儿坐着。姚一天粉丝太多。这个有点。你这是吐槽吗？看得出来你还想十三季还来啊，哥。生存欲很强。正确。正确。那这样玩的话，我也知道怎么说。开工有时候太早。姚 PD 太帅了。有点，你这影响到我的发展。正确，正确，影响到他的发展，过分，道具差，这直接喷整个部门。继续，服装差，设置差，环节差 ，PD 差，还有什么？摸着良心说，正确。下次不给做尾巴，让光上。还可以说，还要说什么？你别给我们说完了。撕下来，撕下来了，撕下来了，撕下来了。常胜先被淘汰的，范丞丞二。你们最想送给凯哥或者是真源的生日礼物是什么？送凯哥一个好戏。哇塞！哟，张导，这个路子是吧？好，送张真源一场演唱会。一首写的歌，哇！送凯哥一张你的签名，凯哥说：“我才不要呢。”送凯哥一个大大的吻。哎呦！哎呀，我的天！那他可以拒绝，可以拒绝。我再说说。那送凯哥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哎，好，可以。送张真源上热搜。这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儿，不像好词儿，送可褒可贬。好吓人啊！腿哥，那咱俩还撕吗？咱俩撕什么？咱俩是好人。万一他有时候有坏人呢？啊，可以撕，可以撕。不是你们几个没有坏人，张若楠醒醒！我们四个里面没有坏人。撕吧，随便撕吧，不要犹豫了，不要 care 了。他们俩都可以撕是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都可以。不，宋琦二。哎呀妈呀，你这手势不像第一次撕名牌啊。我吗？啊。请说出你觉得可以邀请到跑男来玩的嘉宾。我已经想到六个了。你有很多，就他们的时代少年团。马嘉祺、张学友、彭于晏、丁程鑫、汤姆克鲁斯，必须请。沈月、宋亚轩。那不一定，宋亚轩他不一定能请得来吧？啊，宋亚轩应该来不了，他在别的节目上吧？能来得了啊，也有人在那边。刘耀文、刘德华、白敬亭、严浩翔，哎，真不一定哦。真不一定哦，他确实他在别台呢，那个不行。我觉得回答错误。对，张真源 out。姚导威武，请说出带花的歌词。那什么花花世界多么迷人，什么乱七那个歌我也不是要听你唱，要不然怎么？请你来干嘛？啊，花花世界来。我不会唱《花花世界》，当，我真不有那个，真的有那个歌。啊，正确。花花世界，春天花会开，鸟儿自由自在。
我觉得直接宣布郑恺赢得了，中华小曲库在这儿呢。哎，什么？回忆纯白的茉莉花，蓝莲花。对，你给我讲一个。栀子花。哦，栀子花，栀子花，看一下看。女人花。正确。飘逸在。张若楠 out。想不起来，还赢了。好，这一局胜出的是凯哥。好，接下来是五人的第二次，请准备，请说出姓周的歌手。周杰伦。周深。周华健。周润发。等一下，歌手啊，周笔畅。周星星。周杰琼。Johnny J。谁 ？out。Johnny J 没听过 ，Johnny J，Johnny J， 快点 ，Johnny， 快，那我再说一个，周彦辰，周星驰，盖，周也，张若楠，快，凯哥，快，小心，快，全胜，凯哥不方便动，凯哥，不，你别让他死了，我像王八翻壳了。为什么都要撕我呀？凯哥腰不好撕也可以，拿我的分拿去也可以，你把他撕了，所以总分我第一，我来验人。那其实我们都无所谓，我们随便撕就行了。啊！哎呦！啊！对不起。我有Johnny J就够了，有点帅了。这人可以啊！范丞丞out，请说出一种重庆的美食。小面。担担面。沙茶。火锅儿。怪豆。冰豆花。烧白。哎呦喂，烧白是啥？热豆花。这个不行，这冰豆花跟热豆花是一种东西，我觉得都算豆花。正确。有一天，你不要因为得罪不了时代少年团的粉丝，你就这样。你现在没有下限了。来，雨琦。温豆花，你来一温豆花，我看他过不过。冷冻豆花。妈呀！哎呦，又开始了。等会儿先扶您起来。这还撕呢？你们要不结束他的痛苦呗？没事，来，啊，平撕来。我跟若楠撕吧。别，咱俩撕吧。凯哥腰不好，撕凯哥。都给你撕了啊！让你休息。卫生间里有什么？来，卫生间里有什么？马桶。小便池。洁厕球。洗手液。洗脚液，我在说洗脚液，我再说过我就不，我拼了，我就洗脚液是什么？张真源啊，可以不？其实有一种情况是有的。张若楠，高手啊！可以。学会了吧？其实是这个意思。你看他已经跃跃欲试了。他每次来都没撕，要不你俩撕一下吧？可以啊！来，真来呀！你俩来一把。导演，我们送一段表演给你。我看陈真也在旁边鼓了半天了。来吧，弟弟，来吧。张真源，把师傅教你的那几招都给我用上。跳丝，这是拳击还是撕名牌啊？什么呀？打起来！找时机啊！抓手！抄手！跳！哇！跳！哇！啊！哇！
帅到，哇，真的帅，差一点点，哲远也摸到零点一秒。这一段剪掉，不要播，谢谢。这段放在预告片啊。我们根据大家淘汰的顺序，得出了每位成员的积分。你们九人中得分最高的是张若楠。等他，我就说吧。又有新的进展。新的进展。哇哇哇 ！What？ 哇什么？哇！我就说有问题。白鹿，在圈定的封锁区域之外，新增一处营养液被替换清道的痕迹，说明在该范围内的活动成员中，还有一人将一瓶采集到的营养液替换成了毒药。在该范围活动过的城市护卫队员分别是李晨、郑凯、白鹿和张若楠。我说张若楠刚才为什么想撕我呢？也就是说，早上有嫌疑的沙哥、程程、雨琦、真源、陈哲远这五人中有三位与夜行人勾结的成员，而在陈哥、凯哥、白鹿、张若楠这四人中也有一位和夜行人勾结的成员。现在一共四个嘛，就是四对五啊，这么难。到底谁在调查这个事情？是不是我的 PD 又在查？目前对于地图上所有的区域调查已经完结，不会再有新的线索提供给大家。接下来需要靠你们的努力，争取在任务中胜出，获得拥有技能的怀表，来帮助你们更好地完成怒花里。请来领取任务卡。这项任务是预判你的预判。挑战者一v一进行对决，双方蒙眼选择自己的站位之后，一方站定，另一方挥棒打击。哇，这个力度啊！击中则攻击方得分，且继续攻击；未击中则攻防转换，率先获得三分的人。所以这个是看运气还是有什么技巧？这哪有技巧啊？就是。因为我们一共有九位成员，稍后需要两两进行对战，所以在任务开始前，我们还需要通过一个小任务来决定谁是轮空的成员。好，这个任务就叫做确认过眼神。等一会儿九位成员围成一个半圈，大家低头，听到指令后抬头，抬头之后随机看向一位成员，如果你看的人刚好也在看你，那么很遗憾，这两位看对眼的朋友淘汰。哦，那我要是一看这样呢？我再看一眼，需要看上一个人，我必须要看人啊。对，如果要是两人看了，但是不来电的话，可以低头吗？君子游戏啊，看上了就是看上了，别不承认啊。你就先感受一下啊。那个哲远，你站直吧，咱别躬身。来，三二一，一，好，无人对视，低头。你怎么了？陈哲远一直在笑。你怎么了？你一直在这笑。我刚那个眼神都很难看到。你来看我吧，完全没看到。大家把你们的这个事迹放到我们。三二一之后，三二一的时候，准备啊，三二一。陈主任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嘛？斜眼儿。他不要这样看，他不要这样。你演了这么多偶像剧，刚才有一瞬间，我感觉很猥琐，哥们儿。可以了啊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来，我们正式开始了啊，请准备，三二一。深度好睡眠，为奔跑加速，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。
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，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。本节目由大家都爱吃的米多奇烤箱馍片赞助播出。奔跑不怕痒，擦一下停。本节目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。乌苏啤酒就是硬核，本节目由乌苏啤酒赞助播出。上 Z 世界部落玩部落抽卡机，集卡赢奔跑吧官方实体卡。陈晓陈意涵主演的火柴小姐和美味先生 Z 世界火热独播中，开启美食的穿梭之旅。三二一，一，你看我干什么？好，你看我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来继续啊！三二一，啊！一，啊！一，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来吧。你为什么要看我呀，哥？你为什么要看我啊？来，继续，三二一，来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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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恐怖了，眼睛灼伤了一下。来吧，低头，三二一。好，那恭喜虾哥在这项任务中胜出，所以稍后可以在其他所有四组对决之后，从四位失利的成员当中选择一位跟你进行对战。OK， 好吧。好，那我们其余的自行组队就可以了，或者跟你们刚才确认过眼神看对眼的这个组别来。那我就跟郑凯一队好了，我俩一队。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？啊啊啊除此之外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安慕希益生菌酸奶，安慕希小金罐添加十亿超活 LGG 益生菌，减蔗糖更轻盈，大家可以享用。来吧，怎么打？打什么？谁先出战？最先淘汰的二位出战吗？我觉得还是带鱼头比较靠谱一点。哎呀，来个粉的，来个绿的，来绿的。对决之前要双方进行放狠话环节，然后谁放的话更狠，这位成员就先来进行攻击。告诉你小贝，告诉你听着啊。对，其实是比谁的情绪跟语气。情绪，就是你瞅啥，瞅你咋地这种。什么？这么没有质量的吗？瞅你，说点狠的。咱就是说，今儿这个就是打的你那脑花都往出蹦起。哎呦妈呀！哎呦妈呀！哎呦妈呀！脑花都往出蹦起，我告诉你。脑花往出，这能行不？一会儿把你牙打碎，我给你介绍医院。好，我们童雨琦先开始吧。乖乖乖，必须在这个这两个位置啊，红色跟金色两个定位点来选择你们的位置。五秒之后音乐停了就停好，不能再动了，你就可以随时开始了。哦，明白了啊，来吧，白鹿宋雨琦，请准备。竖着打，你这么，你真是给他来了一个大，没站队打到了，砰枪一棍子就打脑瓜篮上了，去横殴，只能竖打，啊，只能竖着打，给了我的横扫是吗？对，白洛，我让你一会儿上桌。刚才雨琦被没有打到，来，请继续攻防交换。接下来由白鹿攻击。
刚转换，接下来有雨琦。有两分，雨琦胜出，恭喜！雨琦一点参与感都没有。没事没事，我选你。这有参与感没？参与两回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下一组，放狠话要狠一点。棍棒可不长眼，我劝你早点结婚，早点结婚。有什么关系？这一棒子下去，傻子可不好找对象啊！傻子可不好找对象。你赢了。啥呀？放弃了？放弃？行。大水牛。好，来，请准备。哇塞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哇塞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画面好诡异啊！来吧，好丑陋的一组。天哪，你好像一个无赖呀，在那儿。请吧。啊，晨哥得一分。哦，来继续。凯哥的这个嘴怎么这么撅呀？凯哥打中，率先得到三分，凯哥胜出。该我们俩了是吧？那一番我告诉你，你打完我以后，我有可能比白敬亭还难红。谢谢你帮我们宣传。来，我想想我能说什么。我没什么作品最近。打得好，颈椎缩短了一截。打到。恭喜张若楠成功击中三次，得三分。装 GPS 了。下一组，下一组你们俩。行，走吧。来吧，狠话。来吧。重庆的人不得虚，你莫叫，一叫我就让你受不了。哎，我这儿有信息提供啊，我有狠话提供。啥东西？
我这一棒子下去，让你退出时代少年团，范丞丞说的。来，然后张震元说正合我意。张震元说我要 solo 了。这样说，丽飞，我走了。送张震元上热搜。不关我们事儿，不关我们事儿。杨一天给我发的剧本在我兜里。好，来。哎呦。哎呀，发型白做了哟。你能帮我撑一下这儿？我天哪！我天哪！我天哪！感觉好像戴上跟摘下来没什么区别，卓远。他好像长在你脸上一样。你刚才也是这么笑的，卓远。好，我们从陈哲远先开始啊。哎，好呆呀、啊、这两个人。哎，得一分，继续。得两分，你这鼻涕像被打出来的一样。继续。完了，咱们的院儿。啥玩意儿？你做啥子呢？恭喜陈哲远胜出，得三分。我啥都没打呢。更没参与感的人来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轮到沙哥，从智利的队员中任意挑选一位。真源，让真源再玩一次。张真源刚刚过完生日，对吧？我这一棒子下去，给你打回十八。你赢了。你赢了。来吧，大哥，你快带上，我想看。大哥，你转头看一眼，你太想看了。大哥，你转头看一眼。好恐怖啊！太吓人了。来吧。张志远，你不会这一轮也没有参与感吧？四郎探母。打中，继续。打呀！哦，我打呀！是啊。哎！这怎么还在走着呢？哎，不是，在那边。哎！恭喜真源胜出。哎呀！